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将城市的零食一起。CCWAA 公益宣传，多伦多七月第三周末免费节日活动。Junior Carnival 少年嘉年华，开始日期2023年7月22日，结束日期2023年7月22日，价格免费，地址 Melbourne Community Center Nielsen Park 1555 Nielsen Road Scarborough。 出来看看嘉年华的未来吧，与年轻的制作人、表演者和主持人一起在电影节上留下自己的印记。日期和时间7月22日星期六上午11点晚上8点。游行从 Melbourne 社区中心开始， JRB Masqueraders 将穿着色彩缤纷的加勒比服装，沿着 McLevin 大道以西和 Nielsen 路以北游行，前往尼尔森公园的 JRB Carnival Central， 道路封闭， McLevin Avenue Sewells Road 和 Nielsen Road 之间，以及 Nielsen Road McLevin Avenue 至 Finch Avenue East，将于上午10点至下午6点禁止车辆通行。7月16日，少年嘉年华游行，免费停车场，公共交通便利。Pan American Food Music Festival 泛美美食音乐节，开始日期2023年7月22日，结束日期2023年7月23日，价格免费，地址 Yonge Dundas Square 585 Dundas Street Toronto。 泛美美食和音乐节排风是加拿大唯一庆祝西半球丰富多样的美食、音乐和艺术的年度节日，日期2023年7月22日至23日，星期六中午12点至晚上11点，周日上午11点至晚上8点，现场付费停车场，公共交通便利。Fusion of Taste 口味融合节，开始日期2023年7月22日，结束日期2023年7月22日，价格免费，地址950 Albion Road Toronto。 Albion 和伊斯林顿广场，比尔很高兴地宣布举办第14届年度口味融合节，我们回来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为您带来充满令人垂涎欲滴的欢乐和令人兴奋的体验的一天，标记您的日历并为难忘的活动做好准备。日期时间2023年7月22日星期六中午12点30分至晚上9点30分。Art on a Tuesday Family Edition 星期二的艺术家庭版，开始日期2023年7月23日，结束日期2023年7月23日，价格$5，地址 KR Themed Parties 50瓦 Abright Court Scarborough， 适合全家人一起玩，我们将有现场 DJ 旋转家庭友好的音乐、棋盘游戏、街机游戏、充气城堡、篮球、棉花糖、爆米花、互动游戏等等，适合谁？所有年龄段。日期2023年7月23日星期日下午4点晚上9点30分，轮椅不可通行，免费停车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到达。Sunday Comedy Showcase 周日喜剧展示，开始日期2023年7月23日，结束日期2023年8月27日，价格免费入场，地址皇家喜剧剧院 Royal Comedy Theatre 1051 Blue Street W Toronto。 每个周日加入我们，与多伦多一些最好的和崭露头角的喜剧演员一起度过一个热闹的喜剧之夜，那里会有巡回演出的专业人士，也有刚刚开始的业余爱好者，不管怎样，这都会是一个有趣的夜晚。它是为谁而设的？成年人。如何获取门票？门口免费入场。
Day 2023-2023年青年节，开始日期2023年7月23日，结束日期2023年7月23日，价格免费，地址 Yonge Dundas Square 1 Dundas Street East Toronto， 电话 416813-0909。 第17届年度艺术节再次展示全天免费的音乐、舞蹈、艺术、摄影、时尚和电影，位于央街 Yonge Street 的毗邻 Eid 市场 Eid Market， 提供美味食品、工匠和供应商以及未来职业展览，让我们与全家人一起在同类中最大的节日上为我们有抱负的艺术家鼓掌吧，参与其中吧。日期2023年7月23日星期日上午11点至晚上11点12小时，无障碍通道，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即可到达 Dundas 和 Queen TTC 车站。请在下面点击两次更多，可以得到网站链接。请在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有助于您了解更多的加拿大长者信息。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也汲取了你的色落，缝缝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